第21题，如富足为一伏特剂及电池组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图中 B 为伏特剂正极，C 为伏特剂负极。我们晓得使用伏特剂的第一步骤是要正确的连接，正确连接包括了伏特剂要并联，同时正要接正，负要接负。那 B 是所谓的正极，从图示看到 E 是正极，这个凸出来的 E 是正极，所以 B 要去接到 E，那么 C 呢要去接到 珠，所以呢我们的选项 A 是错的，要选项 B 呢说 B 为接 E，C 接 珠是对的。同时呢，第二步骤是我们要测量未知电压的时候，要由最大档位开始。这里的最大档位是30伏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从30伏特开始做测量，不是15伏特，也不是30伏特。所以选项 C 跟 D 都是错的。第21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测量电池电压的正确接法为 B 接 E，C 接 珠。